新闻主播连佩佩在个电视台工作近12年，流利的口条深受观众喜爱。她与老公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去年因为考量到7岁半女儿要上小学，老二需要人照顾，于是毅然决定暂离职场照顾家庭，申请了留职停薪，长达半年之久才重新回到岗位。没想到近日她发出道歉启事，表示自己在母亲节前夕做出了一个身为职业妇女挣扎了很久的决定，那就是将会再休息一阵子。因为公布的太突然，对忠实的粉丝感到很抱歉。她强调自己不是怀孕，也没有打算生第三胎，是经过思考后决定再休息一阵子，陪伴孩子长大。他开玩笑表示，希望儿子不要惹怒他，不然他会忍不住提前复工。同时也表示自己会想念大家的，引来不少粉丝留言直呼不舍。